瘦回肩下吧。女神宋慧乔打破幸福肥，超美女人味亮相惊艳网民。自从宋慧乔和宋仲基结婚后，频频都被传身体臃肿疑似怀孕，但却屡次打破传言并没有怀孕。但同时也有网民指示婚后太幸福有了幸福肥。早前她出席活动时再度展现纤瘦身材，不仅瘦回肩下巴，一双纤细美腿更是成为众人关注焦点，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。宋慧乔升格成为人妻后，低调享受婚姻生活，近来才陆续跑行程露面，25日一早现身南韩釜山，出席马拉松公益活动时更是顶着清爽短发，搭配一身全白连身裙亮相，和先前被拍到幸福园的画面相比，身形明显变瘦许多，气色也相当好。一系列美照曝光后，关键字宋慧乔瘦了立刻登上微博热搜，引来超过30万网友关注，同时也吸引大票粉丝留言狂赞，笑起来很有感染力，真的是说不出来的美，瘦不瘦都好看，超美的状态真好，看不出半点岁月的痕迹，意外掀起一阵热议。事实上，宋慧乔因拍摄夯剧《太阳的后裔》和宋仲基结缘，终于在2017年7月认爱，同于同年10月在首尔举办幸福婚礼，并且飞往西班牙度蜜月。婚后她频频被传有孕，但最后都是乌龙一场，夫妻俩结婚至今也都并未出面松口相关讯息。